马斯克多次强调过自己招人不看学历，只在乎能力，身体却很诚实，只招精英中的精英。SpaceX 的工程师大部分都是顶尖大学的天才，前1000名员工，包括门卫，都是由马斯克亲自面试的。特斯拉如今每年大约收到将近100万份的简历，录用率小于0.5%，远低于美国众多常春藤名校的录取率。而从创立至今，每个员工的录用都由马斯克亲自审批。根据雇主品牌专家 Universum 发布的一则2020年对美国学生最具吸引力的雇主名单显示，马斯克领导的特斯拉和 SpaceX 蝉联美国工程专业学生最具吸引力公司的前2名。或许全世界的 HR 们都应该向马斯克取取经。作为硅谷钢铁侠的马斯克，他同样拥有一个独属于他的复仇者联盟。创业的话，更要想尽办法找到最厉害的人才。马斯克的神奇之处则在于，在他创业屡战屡胜的背后，他总能找到一群天才同事，将他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马斯克就是靠以下两个问题就可以找出最顶尖的人才。你能在他的面试中撑过30秒吗？大家好，这里是赵宇霞，订阅我的频道，让你更快达到财富自由。马斯克面试时很喜欢询问一道超烧脑的谜题，并且要求面试当场回答。虽然很少人能够完整说出两个答案，但他也不在乎是否答对，因为真正目的是审视对方解决问题的方式。马斯克会问，你站在地球表面，往南走1英里，往西走1英里，再往北走1英里，结果却回到原点，那你在哪里？我给你们3秒钟想一想。大多数工程师都能说出第一个答案，也就是北极点，但他会接着追问，你还有可能在哪里呢？却很少有人可以说出第二个解答。马斯克后来有解释，另一个答案是靠近南极点的某个地方，但不是南极点。如果你一开始站在 A 点，往南走1英里到达 B 点，而此地的地球圆周刚好是1英里，再往西走1英里，就会绕一圈周长回到 B 点，最后往北走1英里，便会回到 A 点。马斯克总会很开心地讲解，并且引用相关公式，但却不是真正在乎面试者是否答对。他将这视为确认面试者解决问题、处理资讯能力的机会，即使答错这道题，未必就没有机会进入特斯拉或 SpaceX 工作。因为马斯克考这题，并不是要做智力测验，而是借此观察应征者如何抽丝剥茧解决一个问题，并说明自己的想法，甚至能透过回答时的自信或答错时的应对了解应征者的 EQ。 马斯克相信，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势必有能力找到全新的方法，并顾及细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你正好在赤道上呢？答案会一样吗？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这样的问题设计是让候选人暴露出最真实的思维方式，人力资源经理就可以在理想情况下判断面试者是否适合所应聘的岗位。许多国际大公司也使用它们来对申请者进行智商测试，比如谷歌的一道面试题，星期五下午2:30，在旧金山有多少人在使用 Facebook？ 而惠普的面试官会问，如果德国人是世界上最高的人，你将如何证明这一点？实际上，面试官并不看重答案的本身，在场的考官希望看到的是你如何系统的分析并解决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毕竟在工作中你也需要这样的能力。会员福利在升级，我们添加了更多不同系列的影片，全都专属于频道会员。早加入频道会员就能比其他人早学习，现在马上点击加入吧。在面试的过程中，诚实也许是最好的策略，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有一些求职者为了表现自己而夸大事实。根据一本荣获社会心理学奖的书《最佳工作场所》，它的作者罗恩·弗里德曼的研究，事实上有 81% 的应聘者在面试时撒谎。这就是为什么马斯克会在面试时问这第二个问题，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却可以看穿应聘者。这个问题就是，你曾经面临的最困难的工作问题是什么，以及你是如何解决他们的。马斯克表示，从这个问题上，他就可以判断出应聘者是否真的是那个取得成功并找到了问题解决方案的人，而不是简单的只是团队中的普通一员。一旦某人拥有这方面的成就记录，那人就很有可能在未来达到相同的表现。马斯克也解释到，那些真正解决了问题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是如何解决的，而且他们知道具体的细节。那些候选人能够深入地讨论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他们使用的策略。相反，那些假装自己是问题解决者的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可能会因为自己对上一份工作业绩的描述夸大，然后陷入一个困境。当候选人不能长篇大论时，他就知道他们并不是真正应对挑战的人。马斯克在另一个会议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任何努力解决问题的人，
都不会忘记这样的经历。专业面试教练巴里德雷克斯勒说，作为一名求职者，你要记住你不可能满足一个岗位所有的需求，这一点很重要。他说，当被明确问到自己的缺点时，最好要诚实，但要给出积极的回答，最后要表达你学习的意愿。正如马斯克说的，要问非常非常详细的细节。他问细节会注意四大关键词 FACT Feeling 感受，你当时的感受怎么样 Action 行动，你当时做了什么说了什么 Context 情景，当时的情况怎么样，你是什么角色，结果怎么样 Thinking 想法，你当时是怎么想的，然后你做出了什么决定。遇到模糊的行为，千万不要停留在表现行为，一定要追问细节，打破砂锅问到底。可以围绕 FACT 四方面循环挖掘，就像电影回放一下，去还原当时的细节。比如你刚说你说服他了，那你具体是怎么说服他的，你对他说了什么，他听到之后的反应是什么，能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吗？想进入特斯拉和 SpaceX 的候选人不是天才，都还是天才，所以只要你一引导候选人，他们就很容易顺着你的杆子往上爬。如果你问他当时是不是面临很大的挑战呢，他很可能会回答说，对，很大。如果你问他当时是你首先提出来这个想法吗，他很可能会回答是的。他知道你想听什么，就给你什么答案。所以马斯克只会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比如然后呢，当时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结果怎么样。这样不断鼓励候选人分享事件的细节。记住行为面试法的三招，先分清角色，然后深入挖掘细节，注意不要引导。此前有个名校的毕业生想要进入 SpaceX 实习，在前几轮的面试中过关斩将，非常顺利，但是面试末尾的时候却翻车了。当时 HR 问他想了解公司哪些事情，这名名校的毕业生问了两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是实习生在 SpaceX 的面试通过率是多少，二是在公司内部的晋升机制。但 HR 对这两个问题只是简单的敷衍了一下，然后结束了面试。最终他没有被录用，只能乖乖回家。而被拒绝的原因正是他提出的那两个问题。 HR 觉得他眼界太狭隘了，马斯克需要的是一批才华横溢有远大梦想的工程师，和自己一起去创造奇迹，改变世界。 SpaceX 的企业文化是渴望面试者能够提出高水准有深度的问题，期待他们对现有规则发出批判和质疑，展现自己对世界的美好愿景，对科学技术的狂人，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能赚多少钱。在这样的企业文化和背景下，面试通过率和晋升机制的问题都是没有眼光、眼界太狭隘的表现。好消息，我将免费送出价值$199的 YouTube 赚钱精华课给首30位虾米，马上点击以下链接报名上课。SpaceX 内部员工的属性是百花齐放，既有资深航天专家、刚毕业的学生以及美国军人。他们的机械焊接师私下可能是一名 rapper， 航空工程师也可能还是一位手工匠人。典型的案例是特斯拉挖来苹果副总裁乔治·布兰肯西，要求他以特斯拉全球副总裁的身份负责汽车和销售的体验，给特斯拉做零售体验店。即便乔治不懂车辆制造，没有卖车的经验，他近30年的零售经验局限在服装和手机领域，自此开启特斯拉的体验式销售风格，2019年才转至线上销售。乔治曾盛赞马斯克能让各个领域的专家在不受太多监管的情况下发挥所长。对于没有达到绩效标准的员工，马斯克会用最快的方式止损。如果你想解雇某人，就应该马上解雇，否则只会浪费彼此的时间。这让他一度成为不近人情的代名词。在这方面，乔治不幸也成为了典型。因为体验店转化率低，迟迟无法提高特斯拉销量，乔治在特斯拉不到3年就离职。同期，多位成绩平淡的高层领导也从特斯拉离职了。根据特斯拉员工的评价，马斯克的团队尽管残酷冰冷，但工作氛围却很爽快。工作没有垃圾东西，很少有人搞政治斗争，有什么想法不必顾虑直接说。更重要的是，马斯克自有一套让员工如期完成绩效任务的技巧。他不会以上级施压的态度要求员工必须在 deadline 前完成这项任务，而是反客为主，将任务抛给对方，引导员工超越自己的期望。我需要这项艰巨的任务在 deadline 前完成，你能做到吗？一旦有人回答能做到，那他努力工作的原因就是为了自己，无形中为自己的工作写下保证书。只需要持续的工作，工作再工作，一天工作16小时，比两个人每人工作8小时更有效率，直至最大化开挖出个人的潜力。而自始至终，
员工们对马斯克的招数照单全收，而且心甘情愿。十一个伤脑面试的题目，答对最后一题的人智商肯定很高。如果昨天是明天的话就好了，那么今天就是周五了。请问实际上句子中的今天可能是周几？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这问题有两个答案，周三和周日，至少从逻辑上来说都是成立的。其实只要一个图就能弄明白，我们写上昨天、今天、明天，这是不变的定律。 A 情况，前半段问题是如果昨天是明天，所以我们把昨天变成明天，这里也写上今天、昨天。后半段问题是今天就是周五了，我们在这个今天写上周五，而这里就是周六，所以这个原本的今天就是周日了，这是第一个答案。而第二种 B 情况呢，如果昨天是明天，那明天也可以是昨天，所以我们把明天变成昨天，这里也写上今天、明天，我们在这个今天写上周五，而这里就是周四，所以原本的这个今天就是周三了，而这就是第二个答案。如果还是有点模糊，你可以把答案套进语境中。 A 如果周六是明天就好了，那么今天就是周五了。 B 如果昨天是周四就好了，那么今天就是周五了。所以当我们觉得这些资讯在我们头脑里很凌乱时，我们要保持清醒，不要紧张，把所有东西写下来，一切东西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六个人六天喝六桶水，九个人九天喝几桶水呢？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有些人觉得这是个很简单的数学题，于是开口就回答九桶水。这道题解题的关键是要计算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不能被题目的字面混淆而得出九人九天九桶水这个错误的答案。一，六个人六天用六桶水，代表一个人在六天内用了一桶水。二，所以一个人在九天会需要用 1.5 桶水，一除六乘九等于 1.5 桶，所以九个人在九天会用 13.5 桶水， 1.5 桶乘九个人等于 13.5 桶。小明向爸爸借了500元，向妈妈也借了500元，买了一双970元的鞋子，还剩下30，回去以后给妈妈10元，给爸爸10元，自己留着10元。那么小明就欠妈妈490，欠爸爸490，但是490加490等于980，加小明手里的10元才990，那剩下的10元跑哪去了？给你10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这一题可以用会计的方法理解出来。首先，小明分别向爸妈借500元，就代表小明的负债是500加500等于1000元，而小明手中的现金也是1000元，此时的负债等于资产，两者分开算比较容易理清思路。小明买一双鞋970元，找回30，无论怎么样，小明的钱一直没有变，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鞋子加上现金970加30还是等于1000元。接着是最关键也是最容易迷惑人的地方来了，小明把30元分给了爸爸和妈妈各10元，自己留10元。刚刚说的分别借父母各500元，还了10元，总共还欠爸妈980元，而小明此时的资产是一双鞋子和自己的10元，也就是970加10等于980元，所以资产还是等于负债。所以这题最迷惑的地方就是这里，欠的钱和自己的资产是两码事，希望大家不要被引导。题目把欠的钱和资产加起来，980加10等于990，其实它应该是要用减法，负债980减掉部分资产10块，就会得到剩余资产970块的鞋子。其实这只是问题的障眼法，题目只是刚好相加起来是990，然后看似不见了10元，其实是问题本身有问题，题目本身是个思维陷阱。解决的关键不是回答问题，而是找出问题本身的逻辑错误，把负资产和正资产相加，正是为了把人困在自己的思维盲点里。
将对应的 ABC 相连，但所有的线不能相交。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希望你们完成连线了。其实只要直接连接了 C， 然后连上了 A， 你就会看到其实 A 后面特意留了一条路让 B 通过了。这就是这个烧脑连线的诀窍，只有你先开始画出来，你才有机会发现这个漏洞。很多时候生活也是一样，看似很难的事，只有行动了才会发现盲点，才会发现到有些事情是有容易的解决方案的。在某监狱中有三个囚犯，第一个囚犯视力正常，第二个囚犯只有一只眼，第三个囚犯是个完全的盲人。监狱看守对三个囚犯说，现在有三顶白帽子和两顶红帽子，他将选择其中的三顶戴在他们的头上，没有人可以看见他们自己所戴帽子的颜色，但是可以看见对方帽子的颜色。如果犯人能说出他们所戴帽子的颜色，他们就可以获得自由。为防止侥幸的猜测，看守威胁说，回答错误就处死刑，所以犯人们可以回答白帽、红帽或者是不知道。第一个犯人说不知道，第二个囚犯也说不知道，盲人犯人说，我不需要有视觉，从我有视觉的朋友的回答中，我可以清楚地知道我的帽子是这个颜色。结果他猜对了，问题是他的帽子是什么颜色，而且是怎么知道的呢？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盲人囚犯的帽子是白色的。分析这个问题，如果找不到答案的话，大多是漏掉了一个隐藏的条件。第二个人知道第一个人是不知道答案的，假设第一个人为 A， 第二个人为 B， 第三个人为 C。 根据这个信息，我们可以推断出 B 和 C 头上的帽子一定都不是红色，因为一共只有两顶红色帽子，不然 A 就得到答案了。也就是说 B 和 C 头上最多只有一顶红色帽子，而 B 是知道他和 C 头上最多只有一顶红色帽子。如果 C 的头上是红色帽子，那么 B 可以果断地说出来，我的头顶是白色帽子。而 B 并不知道答案只有一种可能， C 头顶是白色帽子，导致 B 并不知道自己头顶是白色还是红色帽子。所以轮到 C 时，他根据上述逻辑便得出自己头上是白色帽子。这是个由十个硬币组成的朝下三角形，问题是你能否只移动三个硬币就组成一个新的朝上三角形呢？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其实你只要反过来想，把一个朝上的三角形先画出来，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将现有的底部两边的硬币移动到金字塔上方第二层的两边，成为以下的形状，然后再将三角形顶部的一枚硬币移至金字塔最底部的中间，那么这个硬币三角形就倒过来了。有八个球，其中七个一样重，有一个重量比较大的，请问如果用天平称两次就能把重的那颗球称出来，不能用其他工具来称重量哦。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把所有的球分成三组，其中两组每组三个球，另一组两个球。首先将三个球的两组进行称重，如果其中一组比较重，从这组球中当中任选两个再次称重，如果轻重不等，重的球就是你要找的，如果轻重相等，剩的那个球就是你要找的。如果第一次称重时两组球一样重，那么就把剩下一组的两个球进行称重，就能得到答案了。你有不限量的水和两个不均匀的罐子，整体容量分别是5升和3升，如何只用这两个罐子精确地测量出4升水呢？给你10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一，先把5升的罐子装满，然后用罐子里的水来倒满3升的罐子，只是5升罐子中还剩2升水。二，倒掉3升罐子里的水，
然后把五升罐子里剩下的两升水倒进三升罐子。三，再把五升罐子装满水，并用它往三升罐子倒水。由于三升罐子装满还需要一升水，因此五升罐子里的水量最终会变成四升水。这是一道可以测出一个人有没有商业头脑的问题。王师傅开店，一双鞋进价30元，贱卖20元，顾客来买鞋给了一张50元，王师傅没零钱，于是找邻居换了50元。事后邻居发现钱是假的，王师傅又赔了邻居50元。那么请问王师傅卖鞋交易一共亏了多少钱？给你10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王师傅总的经济活动可以归结为两件事，一件事是以30元买进一双鞋，20元卖出，这件事亏了10元；另一件事是收了一张50元的假钞，这件事亏了50元，因为要赔。两者相加，总共亏了60元。这种解法称为任务分解法。这种解法就是卖鞋亏10元，假钞亏50元。这个任务分解法把原来的大问题分解成多个独立的小问题。大问题的答案就是小问题答案的总和，而每个小问题又尽可能的容易解决。如果以现金流来计算的话，就是王师傅赔了30元的鞋子，又赔了30元的零钱给顾客。或者你可以以顾客的角度来看，他赚了30元的鞋子，也赚了30元的零钱。邻居本身没有多钱，也没有少钱，只是要误导而已。一位国王想要将他的财产留给他的两个儿子中的其中一个，他在遗嘱中指出，谁拥有最慢的马，谁就会获得全部的财产。他还指定了赛跑的路段，从皇宫出发，经过一座桥直到市里，再返回。两个儿子都骑上了他们的马，尽可能慢地走着。一旦马前进了小小的一步，就会被勒令停下。同样，另一匹马也停滞不前。过了几个小时，他们几乎都没有走出一米远。很快，他们就明白了，照这样下去，这场比赛永远不会结束。碰巧路上来了一位智者，他看到这两个年轻人沮丧地骑在他们的马上，他问：“你们为什么骑着马站立在宫殿前？”王子们向他解释了情况。这位智者请两兄弟下马，并与他们一起坐在宫殿前的长椅上。他劝说了他们一会儿，这两个人就突然跳起来，骑马飞快地奔向市里。不超过10分钟，他们就回来了，遗产的继承人也确定了。问题是，这位智者对兄弟俩说了什么呢？给你10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智者对他们说，交换马匹，就是这么简单。他们各自骑上自己兄弟的马，以最快的速度向前行驶，这样自己的马就会是最慢的了。三门问题出自美国的电视游戏节目 Let's Make a Deal。 参赛者会看见三扇关闭着的门，其中一扇的后面有一辆汽车，选中后面有车的那扇门可赢得该汽车，另外两扇门后面则各藏有一只山羊。当参赛者选定了一扇门并未去开启它的时候，节目主持人开启剩下两扇门的其中一扇，露出其中一只山羊。主持人其后问参赛者，要不要换另一扇仍然关上的门呢？问题是，如果是你，你会换吗？为什么？赢的几率一样吗？给你10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有人会觉得不应该换门，是因为忘了主持人其实是知道门后面是车还是山羊，而主持人一定只会开出山羊的门展示，所以这就代表主持人是在帮你排除错的可能性，所以如果你换门，赢的几率就会增加。如果觉得这种简短的解释力度不够的话，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再详细讨论一下。三个门中，一个门后面有汽车，其他两个门后面有山羊，共有三种情况。如果坚持选择门一不换，如下表所示，只有第一种情况下可以获得汽车，而第二种与第三种的情况都得到山羊，因此得到汽车的概率是1/3。如果获胜者选择门一，当主持人打开门二或门三中有山羊的一扇门后，他选择换门，就会出现下表所示的结果。可以看到，重新选择另一扇门，得到汽车的概率将会变成2/3，因此重新选择更有利。如果这种解释仍然不能让你信服，我们可以换角度继续说明一下。比如
现在摆在我们门前有100扇门，只有其中一扇门后是汽车，而其他99扇门后都是善良。你选择好了其中一扇门，自然你选中汽车的概率只有1%。知道汽车存放处的主持人一口气打开了99扇门中的98扇，其后面都是善良。因此你可以坚持最初的选择，也可以改变选择。你是否应当改变选择呢？你是否还认为在你最初选择的门与其他99扇门中唯一没有打开的那扇门背后有汽车的概率是相同的？事实是，如果你拒绝改变，你只有在一开始就选择了正确的门的情况下才能获取汽车，这概率只有 1%。 在另外 99% 的情况下，你最初选择的是一个后面是善良的门，而另外的98扇门已经打开，你这时改变最初的选择就可以成功。所以在 99% 的概率下，改变选择是正确的。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例子，为什么你不能接受最初的例子呢？13个烧脑面试的题目，答对最后一题的人智商肯定很高，因为 90% 的人连题目都没看懂。你女儿是我女儿的妈妈，那我是你的谁？给你10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如果是女人问的，答案是女儿；如果是男人问的，答案是女婿。如果是这样写，你会比较明白吗？妈妈或爸爸对外婆说，你女儿是我女儿的妈妈。让我们再看看下一个题目。有个人想不开了，对着天空大喊，所有的男人都只说假话。那请问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呢？给你10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我们一起来推理一下，这句话有可能是真话，也有可能是假话，只有这两种情况。那我们来推理一下，假设这句话是真话，我们来看看，所有的男人都只说假话。如果是真的，这个人就不可能是男人，因为如果这句话是真的，男人就只说假话，那这个说真话的人就一定是女人。另一种情况，所有的男人都只说假话，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假的，所以这句话潜在的意思就是男人都说真话，而女人才说假话。那现在的情况是这句话可是一句假话，所以这个人还是女人，所以无论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人一定是女的。你觉得合理吗？爷爷对爸爸说，我像你这么大时你才20岁，你像我这么大时我就95岁了。那爷爷现在是多少岁呢？给你10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首先我们画个年龄线，然后把爷爷画到这，把爸爸画到这，那中间的这条线段就是他们的年龄差。不管怎么样，这条线段都是不会变的。爷爷像爸爸这么大，也就是把爷爷挪到爸爸这，这个时候爸爸也得往左挪，挪到这，这个时候他20岁。那爸爸像爷爷这么大的时候，爷爷也应该往右边挪，挪到这，这个时候爷爷是95岁。好了，然后看这三段，因为两个人的年龄差永远不会变，所以这三段都是一样长的，他们总共是95减20等于75岁。那每一线段肯定就是75除3等于25岁了。爷爷现在的年龄是不是就是这两条这样的线段再加上个20岁啊，那就是25×2+20等于70岁，所以爷爷就是70岁。用画图法是不是立马就思路清晰了？把题目换一换，检查看你是不是真的明白了。现在你大爷的年纪是侄子的7倍，25年之后他们的年龄又会变成2倍，问题是他们现在各自几岁呢？给你10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首先画一下年龄线，把这个侄子的年龄想象成一段，大爷的年龄应该要画成7段。25年之后，老大爷要加25岁，侄子也要加25岁，现在他们是个2倍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我把侄子的年龄乘2，就会变成和老大爷的年纪一样。
我可以把相同的部分给它抵消掉，25和25抵消，三角形和三角形抵消。那现在老大姨她就只剩下5个三角形，而侄子只剩下了25岁，所以说每个三角形是等于5。今年老大爷是7个三角形，所以老大爷应该是35岁，侄子是1个三角形，侄子正好5岁。最后给大家留一题，你10年前35岁，那10年后是多少岁呢？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吧。探险家被原始部落抓住了，族长说，说真话的话你会被杀头，说假话的话你会被烧死，不讲话的话你会被淹死，请问探险家该说什么才能活命？给你一个提示，要说一句让族长觉得杀头也错烧死也错的话，给你10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这种问题最关键的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只要探险家说我会被烧死，如果这句话是真话，那么他将会被杀头，所以真话变成是假话，如果这句话变成假话的话，那他就会被烧死，那这句话又变成真话了，这句话又堕入无限轮回中。还有一句话也可以让他保命，那就是相反的，我不会被杀头，如果这句话是真话他会被杀头，所以真话变成假的，如果这句话是假的他会被烧死不会被杀头，又变成了一句真话，这种逻辑错误就叫罗素悖论。从前有一个村子，村子里只有一名理发师，这个理发师有一个怪脾气，他在理发店门口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只给自己不刮胡子的人刮胡子，也就是说他把村子里的人分成两种，第一种人会给自己刮胡子，第二种人从来不给自己刮胡子。那么这名理发师呢，就是不给第一种人刮胡子，而只给第二种人刮胡子。有一天一个顾客看到了这块牌子，就问理发师，你会给自己刮胡子吗？理发师突然发现自己非常尴尬，因为如果他给自己刮胡子了，他就是第一种人，按照自己的规矩就不应该给自己刮胡子，可是他如果不给自己刮胡子，他就是第二种人，按照规矩他又应该给自己刮胡子。这个奇怪的小问题就是著名哲学家罗素提出的罗素悖论的通俗版本，正是这个问题引发了第3次数学危机。让我们再看看接下来这个逻辑悖论的题目，这是一道不敢细想的选择题，你选对这道题的概率是多少？给你10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首先既然是选择题，那么在4个答案中选一个，你答对的概率就是1/4，也就是 25%， 所以选 B， 但4个答案里中有一个是对的，你只要答了就有答对的概率，所以不可能是0，所以 A 必须排除掉。此时还剩下3个答案，你也不能保证自己一定答对，所以排除 D， 那么只剩下2个答案，你只能2选1，所以你答对的概率就是1/2，也就是 50%。 那如果 50% 是正确答案，那你不就可以 100% 答对了吗？所以答对这道题的概率到底是多少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其实是概念和语言存在多种含义导致的，在同一个思维当中，如果使用同一个概念的不同意义，就会导致逻辑上的矛盾和困境。比如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这句话好像没什么毛病，但你仔细想就会发现，如果这句话是对的，那么就说明这句话是绝对的真理，但如果这句话是绝对的真理，就说明这句话是错的。所以有的问题不需要答案，因为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对我而言，我还是坚持这个选择题答对的概率是 25%， 你觉得是多少呢？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的想法。话说商场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警察在现场逮捕了4个嫌疑人，甲乙丙丁，以下是他们的供词。甲说，我不是小偷。乙说，甲是小偷。丙说，我不是小偷。丁说，乙是小偷。经过警方调查，他们4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是小偷，也只有一个人说了真话。那请问谁是小偷呢？ A 甲， B 乙， C 丙， D 丁。给你10秒钟的时间思考。
现在公布答案，正确答案是 C， 这句话只有一句话为真话，此时可以选择利用找矛盾的方式来确认真假话的位置，其中甲说的不是甲和乙说的是甲互为矛盾，所以这两句话必然为一真一假，在其中只有一句真话的前提下，可以推知另外两人说的话均为假话，所以丙说我不是小偷是假话，所以丙是小偷，你选对了吗？你曾经被自己的思维套路过吗？据说只有 15% 的人能在第一遍就猜对答案。一对父子遭遇车祸，父亲不幸当场死亡，儿子即刻被送去医院，但是外科医生却拒绝进行手术，理由是我不能给我的儿子做手术，这会影响我的发挥。为什么主治医生会这么说呢？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你的第一个念头是不是儿子有两个爸爸，或是质疑是否是同性婚姻？其实都不是，答案其实很简单，这个外科医生是女人，正是受伤儿子的妈妈，这就是心理学上的刻板印象。一提到外科医生，脑海里就自然而然地想到男性形象，从而将父亲等同于外科医生。你被自己套路过吗？我第一次看也真的没看懂，然后我才知道性别刻板印象有多深。还有一道经典的概率问题，却被吐槽违反常识。问题很简单，老王有两个孩子，已知其中一个是女孩，问题是另一个孩子也是女孩的概率有多大？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 50%， 因为常识告诉我们生男生女的概率都是一半，可事实上这是一道数学题而不是生物题。我们假设两个孩子分别是 A 和 B， 他们的性别会有四种情况， A 男 B 男， A 女 B 女， A 男 B 女和 A 女 B 男，每一种情况的概率都是 25%。 问题里说已知其中一个是女孩，那就排除了其中一种的情况，剩下的三种同样是相等概率，也就是三分之一。你觉得这个答案合理吗？这是当年某世界500强的公司招聘市场经理的一道题，据说1000个人只有一个答对。一天儿子问爸爸，这个世界上真有鬼吗？爸爸说没有啊。接着儿子说，那我们家保姆怎么说这世界上有鬼啊？爸爸说赶紧走，我没有请保姆。儿子准备回房间收拾东西，看到保姆在房间，便害怕地问道，你到底是谁？爸爸说根本就没有请保姆。保姆惊讶地说，你爸爸已经去世5年了。儿子惊了一下，不知不觉晕了过去，打翻了桌子上的花瓶。这时候屋外经过一个路人，心想这房子都5年没人住了，怎么还有声音？请问哪一个是鬼？一儿子，二爸爸，三保姆，四路人。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我们用逆向思维的方式来分析答案。首先，路人肯定不是鬼，如果路人是鬼，那么保姆、父亲和儿子难道在演戏吗？那这道题就没意思了。然后儿子肯定不是鬼，因为他能碰到食物，打翻花瓶。最后只剩下保姆和父亲，从儿子听到保姆说父亲已经去世的时候，从惊讶到晕倒，说明儿子此刻才记起父亲已经去世了。这一系列反应跟人瞬间受到打击的本能反应相吻合。再者，父亲是5年前去世的，那时候可能家里没有保姆，所以父亲的记忆还停留在5年前。而且作为父亲，有鬼居然不带儿子一起跑。综上所述，父亲是鬼，你选了哪个答案呢？小王去网吧开会员卡，开卡要20元，小王没找到零钱，就给了网管一张50元的。网管找回30元给小王后，小王在背包找到了20元的零钱，给网管20元后，网管把先前的50元还给了他。请问谁亏了？
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其实是网管亏了30元，小王给了网管50+20等于70元，网管给了小王的30+50等于80元，这时候网管亏了10元，网管还给小王开了会员卡值20元，所以网管总共亏了30元。再给你们一道最容易的问题，张三花了19块钱买了个玩具，20块钱卖出去，他觉得不划算，又花21块钱买进，22块钱卖出去，请问他赚了多少钱？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张三总共赚了2块钱，张三花了19块和21块，一共花了40块钱，他又赚了20块和22块，一共赚了42块钱，所以42减去40，利润是2块钱，你答对了吗？一位农夫带着一头狼、一只羊和一筐白菜过河，河边有一条小船，农夫划船每次只能载狼、羊、白菜三者中的一个过河，农夫不在旁边时，狼会吃羊，羊会吃白菜，请问农夫该如何过河才能把他们三个顺利带过河呢？给你们一个小贴士，农夫需要多次来回过河，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一，农夫带羊过河，把羊丢在对面。二，农夫返回带白菜过河，把白菜丢在对岸，带羊返回。三，农夫带狼过河，把狼与白菜丢在对岸。四，农夫返回带羊过河，这就完成啦。你在一座房子的地下室里独自站着，除了你之外，没有任何人在这座房子里。墙上有三个开关，这三个开关都关闭着。你知道，通过这三个开关可以打开在2楼的3盏灯，而且这三个灯你在2楼可以直接摸到。可是你不知道哪个开关连接的是哪盏灯，你在地下室看不到哪盏灯正好亮着。你只可以上一次2楼，去查看一个或多个开关控制灯的情况。请问，你如何知道哪个开关对应着哪盏灯呢？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一，先打开一个开关，让灯亮一段时间。二，亮一段时间后，关掉这个灯的开关。三，立刻随机打开另两个开关中的一个。四，上楼去看，可以分辨出来亮着的灯对应第三步中打开的开关，没有亮着的两个灯中，有发烫现象的是第一步中打开的开关，剩下的那个开关对应没有亮也没有热的灯。你有想到这个方法吗？你面前有两扇门，一扇是生门，一扇是死门。门前有两个护卫，一个只说真话，一个只说假话。你不知道这两扇门哪个是生门，哪个是死门，也不知道这两个护卫谁说真话谁说假话。现在你只能向他们其中一个人问一个问题，请问你要问什么问题才能保证你进入生门呢？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我们只要对任何一个护卫问，如果我问另一个护卫，他会说哪一扇是死门呢？此时你问的护卫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反话，都会指向生门。说真话的人传达说假话的人说的话，那一定是假话。说假话的人传达说真话的人说的话，那一定也是假话。有的人绕不过来的点其实是一直在想到底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其实这题根本不需要知道谁说真话谁说假话。再给你们一道相似题，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明白。
在一个不能分辨白天和晚上的地方，有两个公主，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真公主白天说真话，晚上说假话，假公主早上说假话，晚上说真话。要怎么只问一句话就知道现在是早上还是晚上，和哪个是真公主和哪个是假公主呢？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答案就是，请问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这问题和指路问题不一样，是因为指路得指同一条路，而真假公主必须回答不一样的答案，才能分辨出谁是真假公主。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白天和晚上。如果是真公主的话，白天她会说白天，晚上她也会说白天，因为白天她说真话，晚上说假话。那如果是假公主的话，白天她会说晚上，晚上她也会说晚上。通过这一句话，我们就能够看到，真公主总会回答白天，假公主总会回答晚上。你只需要问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就能找到真假公主了。那你知道怎么问出是白天还是晚上吗？海龟汤是最考验人性的悬疑推理题。一个男科学家和他的妻子去南极考察，然后他们两个和大团队因暴风雪走散了，他中途得了雪盲症，什么都看不到。他们两个在南极游荡了三天，最后只能生吃企鹅肉来维持生命。但是他妻子最后还是没有挺住，死了。他一个人继续走了一天，最后被救了回来。第二天他特意去企鹅店吃企鹅，但是回家后竟然自杀了，到底是为什么呢？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男科学家发现吃真企鹅肉和在南极吃的不一样，所以他发现其实是吃了他妻子的肉才维持了生命，所以他自杀了。你猜对了吗？我们再来一题。有母女三人，母亲死了，姐妹俩去参加葬礼，妹妹在葬礼上遇见了一个很帅的男子，并对他一见倾心。回家后妹妹把姐姐杀了，为什么呢？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妹妹把姐姐杀了是因为又能再举办一次葬礼，然后就又能看到那个帅哥了。这是一个颠覆你认知的谜题，叫六橘谜题。上面那排一共六个橘子，左边一共六个橘子，下边六个，右边也是六个，切记中间有四个。接下来我把橘子放到这个地方，然后把这个橘子放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算算，左边还是六个，下边还是六个。那我把这个橘子放过来，把这个橘子移过来，下边是六个，右边还是六个。我继续把第三个橘子放到这，把这个橘子移过来，右边六个，上边还是六个。继续把最后这个橘子移上来，把这个橘子移过去，上边六个，左边六个，下边六个，右边六个。现在每一行加起来都是六个橘子，那么请问中间四个橘子去哪了呢？给你十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其实关键就是四个角落，因为角落的橘子会被重复计算。原本四个角落各有两个橘子，换位之后四个角落各只剩下一个共享的橘子，所以每条边的中间都需要填补一粒。你可以明白吗？如果还是不明白，记得在留言区留下你的问题。这实际上是谷歌的一个面试题。想象一下，你被关在一个没有食物的房间，两天过去，你得到四瓶牛奶，但有一瓶是有毒的。为了鉴定，你有一只老鼠可以进行实验，目的是识别出哪瓶牛奶有毒。不过问题在于，这种毒药在喂给老鼠后10小时才显现效果，而你只有24小时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你得喝下3瓶无毒的牛奶来抵抗饥饿，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如何才能确保在24小时内安全饮用3瓶牛奶呢？给你10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这里的核心是你有24小时，而毒效是10小时后才显现。乍看之下，似乎我们只能进行2次测试，但此方法并不可行。其实只是需要你换一个思考的角度，先给老鼠喂第一瓶的牛奶，并开始计时，1小时后再给老鼠喂第二瓶，2小时后再给老鼠喂第三瓶。如果10小时后老鼠死了，那第一瓶明显是有毒的。如果11小时后老鼠死了，那第二瓶明显是有毒的，以此类推，第四瓶的话没必要喂食，因为如果老鼠在12小时后仍旧活着，那显然第四瓶是有毒的。这就是答案的关键。再给你们一道相似题，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明白。有两根易燃的绳子，这两根绳子粗细不均，当你点燃任何一根的任何一端时，燃烧掉整根绳子需要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两根绳子每个时刻燃烧的速度都是随机的，并不相同，所以一半绳子不代表30分钟。那么你如何利用以上的已知条件测量出45分钟的时间呢？给你10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点燃第一根绳子的两端，同时也点燃第二根绳子的一端。当第一根绳子完全燃烧殆尽时，代表30分钟已经过去了，这也意味着第二根绳子已经燃烧了30分钟。这时点燃第二根绳子的另一端，当它完全燃烧完毕时，45分钟也就过去了。你答对了吗？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你们有答案吗？一个疯子把5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片刻后就要撞到他们。如果你拉动拉杆，就能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救下5个人。不幸的是，那个疯子在另一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那你还会不会拉下拉杆呢？给你10秒钟的时间思考。现在公布答案，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十大思想实验之一，杀人和救人同时进行，在人性和道德的双重考验下，至今没人能给出完美答案。大部分人选择了拉，从功利主义角度看，5条命肯定大于1条命，这是把伤害减到最低的优选。但生命是可以被比较的吗？比如现在没有另一条轨道了，你站在桥上，旁边有个胖子，只有他的体格能卡住电车，你会选择推向他，阻止电车撞向5个人吗？同样是一换五，有些人的选择却改变了，此时推胖子这个举动更像是谋杀。再换一个场景，现在你是一名医生，有5个器官衰竭的病人命悬一线，恰巧有智力问题的小张经过，你会不会为了救这5个病人，给小张来一管麻醉剂，把他的器官取出来给那5人？毫无疑问，没有人会这么做。有人吐槽，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但事实真是如此吗？疫情爆发后，许多国家沦为重灾区，他们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要不要先救存活率更高的年轻人？英国养老院向老年患者发放放弃心肺复苏急救同意书，希望他们不要和年轻人争救护车。意大利呼吸机供不应求，甚至有医生公开称不再给60岁以上的人带呼吸机。当无人驾驶汽车面临无法避免的碰撞时，他应该为了避免撞向5个人而撞向旁边无辜的1个人吗？算法又该如何设计？电车难题或许永远无解。是你的话，你会拉动拉杆，牺牲1个人换取5个人吗？感谢加入会员的虾米们，还没加入的马上点击加入频道会员，观看会员专属影片。